本集节目由 CPBL 职业棒球2021赞助播出。你、欸、快要干嘛？好熟悉哦！死要猜，你干嘛？近乡情怯，老弟回家，不要四招完。好，哎呀，哇，哎呀，海哥这么久没见面，就突然间送了大礼给我们。那怎么说呢？久违的碰。刚刚在53的时候，有打准吗？哦，连三个，哎、我跟你讲，突然间忍俊不禁呐、啊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哎呦，我气色好好，看到没有？我是最近好亮，好亮，有这个，我黑眼圈也几乎都没有了。哇哇，太亮，那个是可以调的，你就不要乱调嘛，瑞啊，我难得气色好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可以说是这一阵子啊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在家里面调养生息，哦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气色都非常好，小青蛙气色也很好，小青蛙今天这也不一样了，那个达哥也不错，嗯，都很好。哇，马里亚长，你看，每个气色都好了不得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其实你不要看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在家里休息了一下，平常是很忙嘛，今天感觉上气色就好。你们是个凭良心说，这么久没看到台哥。有没有瘦？就讲一句。有。当然有啊。有个地方变硬的感觉。精壮。哎呦，硬硬的地方好多地方。心血管你看得出来吗？这你也看得出来。对，它靠近心脏的部分。喂，乱讲。喂，没有。靠近心脏部分是胸肌。胸肌。其实有。这变硬的感觉。变挺哎。变很大。嗯。变瘦。台哥饮食非常节制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每天啊，我的作息。跟大家分享。我跟大家分享，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。几点？先喝一杯大概300cc 的温开水，喝一下。喝完以后呢，就开始调配我今天早上的食谱了。哦，早上49颗黑豆，先把它洗干净。哇！然后呢，用一点点那个海盐泡温水，然后把这49颗黑豆。先容我擦一下。你讲。你讲完之后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不能够讲有疗效哦。不是疗效什么问题？效果都不能。这是一个养生的方式。OK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49颗黑豆塞哪去呢？就吞下去。哦，吞这个黑豆，其实以前有很多，有这是一个养生的方法。可以嚼吗？借这个黑豆的气，然后把这个气就提起来，补这个肾气。喝完以后，吞完以后，对不对？就拿那个姜片泡一杯姜汤。哦，姜借一下姜汤，就把昨天晚上的寒气逼出来，把它逼出来，反正这个时候就会发一点汗，然后有没有发点汗？汗哦。然后呢，再洗红豆跟黑豆，哦，再泡今天的红豆黑豆水。哦，今天刚刚那海盐泡的是啊，那个喝跟着那个黑豆一起喝掉，结束以后呢？然后呢，就到楼上顶楼去晒太阳，晒20分钟，去湿气，难怪变黑。那变黑了，然后这样就比较帅，可以流多少汗？哦，早上起来就会流一点点汗，不能流太大汗。如果汗，如果我怎么会这个这样讲话会听到自己的声音？你知道吗？会回送，他顺着这样子送回去，正常性。对啊，然后你这样子呢，你就是会把这汗流太多也不好，汗流太多就心气啊太弱，这时候你要喝一点桂枝汤来，一直喝汤，把你的心气补足，各种汤，这个意思。桂枝汤呢？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中药，相当。然后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刚吃饱了。桂枝汤喝完还有没有下一步？我看我喝，又喝这个汤，喝汤，然后就去大便，对不对？哇，然后就大便就大的噼里啪啦，哇，马桶都快破掉了。是不是因为刚吃的那些黑豆？还有海盐，还有海盐会帮助排便。你这个真是厉害哎，对不对？因为盐是可以帮助排便。他说：“但我平常吃的很咸，为什么拉不出来？那个没有关系，因为咸归咸，盐归盐。你那个黑豆出来还是黑豆的样子吗？没有啊，就早就消化掉，怎么可能再是黑豆的样子？你没有嚼哎，没有嚼，你吞还是就消化掉了。胃酸有多酸呐、啊？你把一颗垒球吞下去，现在有一个人从旁边过来，吞下去以后呢，他拉出来还是垒球。你知道这人谁吗？谁？他说玉米说你是没有吃过我是不是？”玉米常常都是镶在钻上出来的、啊，金针菇出来，金针菇也是说你镶胃酸，你镶那金针菇，对，金针棉，金针菇这时候在镜头说关我什么事？然后呢，平常的时候呢，你要多吃一点蒜头、辣椒，
生姜啊、蒜头、葱啊，增加免疫力，对，增加免疫力。哎，你一整天很忙碌哎，你早上这些事情做完已经下午三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差不多要花大概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。这么多事情，这么快？我照太晒太阳，我大概晒二十分钟。我一面晒太阳呢，就一面吐纳，你知道吧？吐纳，然后吸天地的精气，哇，向着东方太阳的方向。眼睛要闭起来，因为那太阳光太强，要戴着太阳眼镜，太阳眼镜晒一下，然后呢，你这样子接受天地的灵气之后，感觉就不一样。然后你头发还会变黑，因为你有吞这个黑豆，嗯，好不好？吞黑豆又不是哪家药厂出的，那黑豆是农民种的，靠腰、啊。不是散播秘方也是不行，这不是秘方，偏方。这个怎么是偏方？我跟你讲，在大家好了，好了，大家影片不能上，你就知道了，不要上，不要讲了。所以看一下千金方药，多吃黑豆，头发会变黑。不是多吃黑豆，不是这样子。哦，不是这样子。它是借一个气，它是可以补足你的肾气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补肾气，这我倒是听过。补肾气，然后把你的脾湿啊、胃寒之气把它驱除。你现在对身体很好。你现在很像功夫熊猫里面的他师傅，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练一些功，然后吃一些东西。哎，你看，你看这个镜头，你看我这个气不一样哦。哦，你看我这个眼神，还有我现在这个整个的气色。来来，维持这个镜头，维持这个镜头。你看这个镜头，这个镜头对不对？会去。OK。哎，我跟你讲。那个对，也不要太 take 太近，因为太近也是会穿帮，稍微退后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要拿捏嘛，瑞，不一定说我，你不一定要给我特写，你知道你自己拿捏好不好？啊，我最帅的角度给我一个就可以了。瑞现在给你一个他自己想拍的镜头，不是他想拍的是这样。瑞不是这样，你有些时候你给我一个镜头，你角度要给对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好吧？你刚刚几个镜头都很好嘛，你啊这你看这啊这也不错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平常养生的东西跟大家分享。这就是你精气神提升，然后变结实、变帅、变健康、变壮的秘诀。还有晚上睡觉穿双袜子，然后呢，戴一个帽子，戴个毛帽，不要开冷气。然后你这样子睡呢？开始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开始你们会热，会有一点热，好烧哦，有一点热，要忍住。后来呢？会凉，后来会凉了吗？会凉哦，晚上会冷的，会凉哦。但是大概三四点的时候你会醒来以后你胸前会有一些汗，这时候你就把这个衣服换了，再换一件睡衣，这样长袖。哦，会到会流汗，湿透会流，也不会湿透，湿透就表示你心气不足。哦，会有点热这样，就会有一点凉。会有什么味道吗？会有点酸味。呀的。所以通常都是要三四点起来换衣服，换一下衣服。你三四点起来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？衣服是穿怎样？再讲一次。就长袖长裤啊，袜子加毛帽，加一个毛帽。我们今天如果是去外面出外景，半夜三点哦，灯暗暗的，然后看到一个人戴着毛帽，戴深深，然后穿袜子，我们棒球棍就直接打了，因为觉得是很像宵小，你知道吗？怕他是宵小，没有人会穿袜子去偷东西的啊，穿袜子会滑倒，会无声，好像。刷就滑倒了，笨蛋了，真的是，好不好？还是你会穿红白色的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仿佛啊回到我小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想起来我小时候，因为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冷气嘛，那时候还没有冷气的哦。你小时候还没有冷气？小时候没有冷气？有吗？没有，应该还没有，应该有。我七八岁、十岁以前都没有冷气，没有发明冷气，还没有冷气，没有冷气。冷气是这么近代的东西、哦？对，那时候有电的吗？有了，还在烧煤火炭。晚餐前两小时是大铜电扇，就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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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咔咔咔咔这种电扇，你看到这种？哦，有圆那种电，不是现在这种凉风扇，它就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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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了，它会飞出去的那种。然后旁边是那个这样卡住的，对，你有看过这样卡住？那种大龙电脑，然后中间是像一个子弹一样的，那时候叫咔，要抛的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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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。我小时候在那边，他们这边弄，然后很好玩，你知道，弄一弄然后就挂掉了，就这样。我问你，然后奶奶会帮我打扇子，睡在凉席上面，然后这样睡，然后呢你也不会觉得很热，所以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冷气呢其实可以有，你就前面开个冷气，然后凉了以后你就把它关起来，又省电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对身体又好。你现在努力的回想一下，会不会是你小时候夏天没有那么热？我夏天是没有那么热，也是一个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现在
经常开冷气嘛，家家户户都开冷气，所以自然而然冷媒跑出来的那个热气，热气就越来越热嘛，没错，是这个道理嘛，你懂意思吗？那但是现在大家都离不开冷气，我不是说吹冷气不好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吹冷气你就适当把它温度，比方说都调到28度的冷气，还是30度。30度就是没有办法冷气，因为30度就一定会跳成暖气。暖气哦，就这样，28度这样子，然后风给它稍微用最浅的微风，28度凉凉舒舒服服，凉风很舒服。吹来，现在是28吗？今天没开的是，嗯，我们现在冷气关掉了。OK， 响应台哥说的，对。所以你在你家你开28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股凉凉的微风。哎呦，冷啊，会冷。我开一下要赶快把它关掉，这样子。因为它如果风的，我现在是对风很敏感。风来，风从哪里来？看一看，就这样，我会注意这个。所以你家其实会有开窗吗？有时候会开窗，有时候会开窗一样。但是因为你就是会吵嘛，窗还是、哦、对吗？还是要关起来。所以你觉得28度 OK？ 28度相当 OK， 开28度，开28度，好热好热，开下来。28度，开下来。28度用微风，好不好？好，微风，微风。哎，我教你们这是养生，就是有一点点凉。哎呦，就要加衣服。像现在，我以前小青蛙这样穿是最对的。平常穿一个长袖，因为这个风池穴在这个后面嘛，你的风池要注意，三焦啊这边都要注意。所以你只要回家，你就是这个状态，就是会调到28度，然后很微这样子。很微，微乎其微。还有时候，或者是我是在客厅的话，我就在卧房里面放冷气，让它这样回旋出来的风，微微的飘出来，飘出，凉了，赶快加件衣服。那你上次跟我分享你的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后来威廉就说，我可以去里面开冷气了吗？那是什么故事？啊，是说我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冷到了，你要小心啊！我会进他的房间，24度，开玩笑，这不行啊！我操，这个人他有他裸体，又没穿衣服，他太热了，他太热。我说你这样太燥了，你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我这样跟他讲，年轻人都年轻人嘛，对，不行，体温比较高。然后这样翘个脚在那边看书，然后喝东西。我他现在已经改了，他现在不喝冰的了。而且喝热的，应该。我现在跟他讲很多养生之道，叫他看一下《黄帝内经》，叫他看一下《千金方药》，叫他看《伤寒论》，看一下。他渐渐被你感动。感动。所以这些这个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好的东西，我们要把它了解一下。你知道，这个中医真的是很好的，啊。养生，没有人反应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只能哎，比方说你夏天的时候吃什么，冬天的时候吃什么，吃秋天的时候吃什么，这都要注意的。食补，对，像比方说过午不姜，过了这个中午我们就不要去吃姜了。哦，所以一大早吃，一大早吃，或者姜了你要吃的话，晚上要吃，你就借姜气泡一下水3分钟。就要把姜捞起来，只喝这个姜的气。过午不姜，过午不姜，过午不姜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懂了吗？你像，我现在，你现在摸我后面，我现在后面有热气冒出来，你看到没有？有没有热气冒出来？有没有感觉到有热气？好像有一点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对不对？是不是有热气冒出来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气已经通了，就是我现在有点热，对不对？有点现在有微微热嘛，它气就会往外面冒，厉害吧？你可以调哎、欸，就是我可以调啊。我现在很像一部冷气机啊，空调。我现在自己空调的，真的。你现在做了这么多事，对不对？也变帅了，也变健康了。但是那种辣妹、年轻的女生反而没那么喜欢你。怎么说呢？你怎么说？他们明显的感觉到你寿命有延长的可能，他们就没兴趣了，就啊，这苦差事谁要做？就大家都走。不要再讲这种。本来想说是一门好差事，你这，你看，哎、欸，瑞。你这个镜头 take 的好，你看，对，好，到这就可以了，不能再进来了，再进来又要穿帮了，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好了。哎、好我是讲完你们就惊叹对吧？你们节目哎，我跟你讲，坤达懂，他读过古书，他懂古书，他了解。坤达哥，我觉得他是懂礼貌，他懂礼貌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也到了开始养生的年纪了。OK， 你现在如果养生啊，不得了！我告诉你，你70几岁的时候看起来会像35岁。哇，没有任何，他比70岁比现在年轻，他现在35，就是跟现在一样，一模一样。那达哥70岁的时候，你大概在几岁呢？我大概已经贴在墙，我已经贴在墙上了。6岁，我已经5、6岁吧，缅怀了，已经5、6岁，对，差5、6岁。呸，好不好？
哎，我是讲真的，我是就是希望大家好注重养生，然后冰冷的东西真的是真的不要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一定要吃，对不对？一万一要吃，你要喝附子理中汤。附子理中汤来调，你没有讲出具体的那个，他没有讲疗，我是讲的全部都是中药啊，嗯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、啊。这是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全世界都买得到，很简单的、啊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讲了。我现在聊点正经的，你讲讲，聊点正经的哦。大家最近在家是不是都有看奥运？有没有疯狂支持？追爆！疯狂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台湾的选手真的了不起。尤其我那天看庄老师的那场，我是感动，好感动，奋战到最后一刻，真的那场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最后有点体力上面是真的是有一点点，是打一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最后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有点点累了，打到第五场，真的是。我有看精彩的镜头，没话。那个埃及的选手后来终于赢过庄老师的时候，他真的很开心，对，他很激动。我觉得他知道庄老师是哪一号人物，而且他很尊敬庄老师，对，他跟他比赛击败了一个传奇。我庄老师真的是敬，庄老师是我跟你讲，真的没办法，年纪嘛，就是还是在这边就这样。但是他这个是，我跟你讲，黄忠，这个是黄忠老将，箭无虚发。庄老师是40岁吗？40。哎，过去有这种40岁的桌球老将去拼的记录吗？应该是没有，很少，很少，很少，好像没有。因为桌球要的反射神经的要求太高了。而且你看、哦，打桌球的人一定不会近视眼，通常都是远视眼。嗯。因为动态视力很好，动态视觉非常好。你看我现在视力有，你有没有？老花虽然是有一点，但是问题是我看远的很，像那边有两只蚊子，他们两个在聊天，有没有？你看得很清楚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哎，虎烂了。另外一个是那两个胡子，那两个蚊子在聊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是说，他说，哎，你翅膀怎么着火了？他说，哦，那是摄影棚有点热。那两个蚊子在聊，哎，烧起来了。他说，没事没事。你这个梗超越我了。哎，我超越了吗？超越了，超越，你自己要注意。功高震主，自己注意，好不好？听我说，你说，因为看完了庄老师力战埃及那一场比赛之后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忘记，你是不是可不可以开个洞？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喝好不好？你说，看完你那一集对不对？很多人回去看你跟庄老师那一集，真的是很感动嘛，热血。庄老师拿这么小的拍子还打赢我，中间刨个洞的他还打赢我。哎，我们那个洞挖得很宽呢，很宽啊。他到底是怎么弄？棒球是通了过去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我真的很敬佩。而且你看啊，他脸上没有表情，他赢了就。就一下下小小很沉稳，沉稳，就这样。我每一场球都有看，还有小天也晋级了。嗯，对啊，还有那个小天晋，我跟你讲，那个男排也好看。哦，我操，那意大利队真的是厉害，我不骗你，打的噼里啪啦，那意大利真的厉害。排球我没看，但听说日本的男排，日本男排也厉害，厉害，也厉害，但是输给意大利，但是打的还是好。没话讲，厉害。然后韩国的那个选手打羽毛球打赢第一种子的那个，那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日本的。哎，他打赢桃田。桃田啊。哦。桃田是我完全没想到桃田会挂掉，桃田是受伤了嘛？受伤了。哇，你真的都有看的？我看，我那一看，哎，一颗痣，桃田上啊，就果然是桃田，输给那个韩国打赢他，简直是高兴的不得了。那是世界第一种子，哎，很屌。我跟你讲，你问我体育赛事，我就知道，太厉害。跟你讲，你们大家这么关心奥运，对不对？不得了了，来敬一下字卡。你搞一根吸管这样子喝一下。中华电信 MOD Hami Video 奥运转播特色是什么呢？4K 超高画质360度 VR 转播，一站式奥运专区。MOD 还有热点回看功能，你们。用中华看中华挺中华，立刻下载 Hami Video 收看奥运赛事。另外，8月31日前呢，申办指定方案并至官网登录可以参加月月抽应援大奖，周周送独家可口可乐活动，有机会获得多项好礼。详情请参阅官网。来跳下一张。VR 赛事直播8月1号、8月7号线上体验活动，限时限量名额哦，木曜女神。温妮和泱泱与你一起共看 VR 赛事，这样子啊，哇！使用 XR Space VR 头盔才有机会一同异地共赏互动哦。如何获得 VR 头盔？赶紧扫下方的 QR code 进一步了解。你看现在都是木曜女神都有头衔，你看到没有？
我们都是木曜男神。男神，对。你是木曜男神吗？我是木曜神主。男神，木曜神主，男神女神，然后你是神主，哎，这蛮幽默的。但不能讲牌，要讲神主。OK OK， 对，还好还好。OK 啦，继续。没有 OK 啦，我跟你讲，大家这么疯奥运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今天暌违已久，进棚以外呢，马上来回归电玩节目，掌声鼓励。哇！我整个动起来了。让你们一起共同参与一下这个奥运的热度。我们今天来玩一个 Switch 的奥运游戏，选出谁是我们今天木曜的金牌。哟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再插个话，我今年开奥运哈，我讲一个真的是我很感动的事。你说，你说。我觉得在。我在看奥运的时候，我发觉很好看今年的奥运，就是尤其是我们的选手，每一个出来拼的简直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拼的。哎，我是外行，你讲我的感受对不对？今年我们是不是特别强啊？我是不晓得，但是当然每一年都很拼了，比较多。但是我们参与今年是真的项目很多哦，项目第一个是多，然后每一个项目都很好，像看我看射箭的那场，对韩国的那场，那没话讲，那韩国真的是厉害，神箭六支全中十分，这个没话讲，这个太厉害。你知道，当然技巧以外，他的这个运气当然也是有，是没错，但不能老是讲都是人家运气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能够在他旁边。拿到银牌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很了不起，我真的我是觉得很屌。然后我是觉得日本在这么这个严峻的时刻办这个奥运，为全世界办这奥运，我觉得日本真的很了不起，真的这点我们一定要也是要是该表扬的还是要表扬一下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很不容易啊，他的场馆也好，或者说他每一场的球赛，他也没有 loss 掉什么，他就是都做得很好。你看每一场比赛有没有，他摄影也好。但只是很遗憾的是，我们有好几场赛事，比方说我在看排球赛的时候，没有讲解的那个记者，有点可惜。那到底打到 GP 技巧，我还恍神，都不知道结束了没有？他们自己也有点恍神。就其实除此之外，每一个都安排都很好。你看，没有人哦，现场都没有观众哦，你还感受得到那个战斗的气氛。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。然后你看。那个像什么俄罗斯啊，还有几个土库曼啊，什么几个国家，他们有一些国家表现都很强，还有一些那个中东来的一些国家也是很棒，真的是很屌。你有没有看？哎，顶级运动员在专心的时候，是不是他其实也听不太到观众的声音？这个我是不晓得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这次的奥运真的能够这样办。真的很厉害，你觉得它难度又提升了，然后还要把它办好不容易。而且也很多人讲说什么日本硬要办，硬着手什么头皮办，我觉得它这是一种精神。他当然也可以说，那我就不办了，我为了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不办了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但他还是把它办了，而且他办的也就让我们看到，就是其实跟以前的奥运比赛，除了好像气势上没有那么多人以外，其他气势上并不输以往。这个我倒觉得蛮屌的，而且在台湾的很多的表现上，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。觉得这次不错，我觉得这次不错，真的是不错。当然还有一些私底下我们自己再去讨论更不错的感觉。啊，到目前为止有差中吗？啊，我没有差中，我没有差了，我没有差，是没有差中还是没有差？我没有差，我没有差， okay. 我没有差。我很热的 Ska， 运动归运动，我不差的。你看你会有点热，对不对？这就对了，因为你有点热啊，表示因为你像我啊，你像我，我现在虽然会流汗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热。你确定？厉害吧？我不热，我只是在哎，你再摸一下，热气在冒出来。有哎，有没有？有热气往外冒，对不对？热热的，热热的往外冒，刺刺的，像轰这样往外冒，很像一个蒸笼这样的。对，但是我不热。因为我在散热，所以你现在是怎样？可是因为你们平常有吃些冰啊或干嘛的，会燥，你们的会燥哦，所以你们的是燥热，燥热，我是真正的热。你说我就是热，热的本身就是我这种能量。I'm so hot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你，我们现在看到你身上喷出一些热气，是属于正常现象。正常，我们看温泉，它是不是会有热气出来？是是是，所以我们是加不好的热。你们是不好的热，这么棒。那但你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冷气，要冷气，冷气。那曼利亚厂，你是不是想要开一个冷气？
好，来，我们开27度。哇，你为了他降一度？降一度，来，帮我把我的大衣拿过来。我也想要带一度。长袖给我。哎呦，开始凉了，你看。风来。长袖给我。来个长袖。没听到，没听到，没听到。好，继续。来，台哥长袖哦，台哥要穿长袖。来啊，玩游戏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等下怎么样呢？我们先来热身一下。第一个，先玩大家都很在行的百米公尺、100公尺赛跑 ，OK 吗？来，我先，我经过这样养生过后，不一样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后面的大腿的肌肉，然后我现在整个都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整个那个，哎呀，我想问你个问题哦，如果我们入运动会的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在现场又热身这样，然后如果我们旁边看有人看到你有火在烧，要提醒你们，还是那是正常的？说你现在有火，我要讲吗？说台哥你着火了要讲吗？不可，我就是热而已，热。对我那个热气的时候，你有看到火这样往外冒的时候，那个叫做三昧真火。要讲吗？要讲吗？那就是真正神功已经练成啊！我们要跟你说吗？不用说，那时候我就已经羽化了，我就走了。超级赛亚人的感觉，听懂吗？等一下哈，镜头先给一下姚跟依稀，他会示范这个游戏怎么玩。但除此之外呢，镜头攀过去，先不要攀回来，因为台哥下面没穿，他现在要去穿一下裤子。大家有看过日和有没有？他主播台他是没有穿裤子，日和他真的要去下面要穿一下裤子。台哥，你现在先出来穿一下裤子 ，OK？ 世界末日，谢谢小马。哎，因为台哥那个是没有办法，短裤是遮不住的，他一定要穿长裤。来，姚，请示范一下百米公尺怎么玩。哎，绑在腿上。哎呦，好凉！来一个那个。哎，好酷！大哥抓吸管，跟台哥也要啊。应该是机器可以摆横什么机器摆横的哦，是给大哥的，谁吗？谁？我一直以为是大哥。蓄力。要不要？哎，温柔啊！可以这样摇吗？啊，摇！我也想要拿一个。摇对是摇。摇可以这样摇吗？啊你啊你刚你刚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是他的绝招。来啦！啊，可以放绝招。这游戏很复杂。停下。还有绝招。OK。OK。吃一小段。所以先横放集气，那个，然后 go 就开始摇，然后快到终点的时候就按住推出去这样子。哇，要练一下吗？应该不是，直接来啊。太简单，简单。好，半就禁止用绝招要，大家都咬，然后咬而已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们就五个人轮流出来，然后记，你说什么？我输了。你们五个人出来，我们记每个人的成绩，所以也不是腿，是这样。好了，不用讲一下赛制哈，我们五个人对不对？3-2，3-2，先记每个人的成绩嘛。很遗憾的，我们第一回合必须要刷掉最后一名。哦，淘汰赛，淘汰赛。啊，你有做奖牌哦，真的，让你们体会一下呢 ，Team Medalist， 让你体验一下拿金牌的感受，好吗？嗯。那不然就先那个啊，那个你们两位先来好了。玛利亚跟杨。你好，调一下那个头吧。哦。先三个再两个，来来，小温你去，达哥待会跟凯哥决胜，三个一起是不是？对，好啊，对，三个。好厉害，旁边有奥运的那个 logo， 哎，真的耶，这是奥运比赛，嗯。马里奥索尼克，会，非常的热，好舒服，请去里面，是你们要我过来的，气都通了嘛，气都通了，哇，真的，因为发觉我真的很好，现在有哎，其实气色很棒，对不对？是很棒啊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以前那个气不好是为什么。我现在都懂，因为没有调好，没有调好，乱吃，对，然后乱吃乱喝乱他妈的，喝一些妈的冰冷的。哦，颜色好可爱哦。第一养生就是要戒冰，超可爱呀，真的哦，嗯，冰是最不好的。戒了应该马上就看出，马上看出来，大概一个月就看出来。好，怎么玩？怎么弄？是这样吗？哎，坐山，然后去拍他们，按 A 是吗？哎，现场没有声音是正确的吗？不正确。哎，今天是不是要播2个钟头啊？
对对对对对。开幕没有？不如，我们老衲来表演一段。我的可以了。好，对。哎，那要我按就好。好，你不要注意啊，注意关。你说呢？你说是不是不容易吧？很快呢。Oh my god！ 哈哈哈哈哈！すごい！今天练腿他妈有点酸，这样是正常的。我今天练腿啊，多久没练了？还是一直都有练？这个吧，一直都练。哦，我一个礼拜大概练四天。老师有差吗？跟我去上。我是谁啊？就我们两个人啊。第一个。哎，比较那哪一个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为什么不见了 ？OK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现在没有动，是有。谁先按？谁先按？我先按好了。没有人按直的，你要摆直的。好直的，好难哦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叫完这个丢人啊！所以我们要按什么？好 ，OK， 我帮大家按哦。按 A 哦，按 A。啊，我是谁？他这个手要这样动是？哦，我是索尼克。真的，只要这样，真的，只要这样就好。或是这样，或是这样，好一块。就是直接就看谁快，对，看谁快。大家把油抹一抹。我是什么？哦，好，好，第三，对，现在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们看一下他们三个人的画面好不好？多美啊！我是谁啊？赏心悦目。是佑喜。你不是自己选的？哦，对，佑喜，你是佑喜。我是谁？那我在哪？你在这。在哪？男的。为什么有点不敢看？啊！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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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赢了！玛利亚第三名，对，跟现实很接近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违和感。对。要不要说啊？这热身有没有人要小赖一下？好累哦。可以。可以吗？来，冠军怎么说？要不要说冠军有没有王者风范？说来再一场，都可以，都可以来一场。来，湿的。啊？哎，手会酸的。再玩一次。来，准备啊！来哦，横着举起哦。先这样。嗯。哇，你居然穿得住？好。谁是谁？桑尼索尼克是谁？索尼克是温妮。哇塞 ！Yes！ 哇，你们顶个现实生活衣服。我先对不对？就这样穿。一样的。会有一点点热热。我非常遗憾的宣布，不是地主队啊，不在家开的淘汰。对啊，好。没有淘汰，我们要记那个个人成绩，好，然后最后一名的淘汰。对对对。来，成绩抄一下，保持那个状态是没错 ，OK。你这是，你们要继续吗？哎，是要继续哦，不要吗？没有，换他们，换台哥他们。那我就继续回去，其实给他们吗？那就给他们，对不对？等他们。来，两位，你一吹一点气，反而太难，冷了，对，头痛了。两位哥，请出来。他身体很好，哎，他就是你的嫡传弟子。来，两位哥，请出来。我刚刚跟他讲，他懂，出来出来，他懂养生，出来出来，哦哦哦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，不得了了，台哥的百米成绩首度要在世人面前出现，怎么弄？他们会教你。我觉得角色有差，成绩都有记好哈。应该比较慢。只要摇就好了嘛。塔尔斯啊，塔尔斯可以，我塔尔斯怎么弄？就变直的这样摇。为什么？先叫先叫，叫我的，要不要按什么？不用按，都不用按。好，然后呢？嗯。等大哥选完，好，期待台哥的成绩。按这个，哎，台哥版你成绩终于要出现了。你如果能玩游戏都不小心丢胸，就算你厉害。对，这个手抽你。我怎么看变跟台哥一样？哇，很紧张哦。你说先横的，世纪对决，这样子。台哥看着你。然后我怎么弄？先横着，先横着，先横着，先横着。然后呢？五四三二就开始敲，够就开始敲，敲敲，台哥敲，台哥，台哥，台哥敲，台哥敲，台哥敲，台哥。颈椎。
不舍，我几秒，我几秒。不可思议的成绩，12秒。十三秒多正常啊。哎呦，台哥13秒。对啊，跟实际上应该会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好，再一次，再场，再场。我先懂了。比我快一点点。12秒12.28也跟我差不多。哎、欸，更真实有点。我有可能会赢。跟现实生活。因为我刚刚没有脱衣服。真的，这跟现实生活一样。嗯。来啊。接近的成绩。我换一个人，你要换一个人，对，太弱了，胜负心，胜负心，哎呦，讲出一些，对，很像 gamer 会讲的话。好，大哥你要谁？看一下，看起来怪的。等等，那个龟，龟，那个不是，另外这个怪，就用心，这怪，对，对，哎，很像全能，哎，蛮可爱的，很像你 ，OK， 好，哎，他发型跟你一样。对，可不是你的，看起来他，海哥选了一个发型跟他很像的。对，先看一下那个。他已经在做 pose。pose 很偶像的。来哦。干嘛的，泰山？加油！紧张？有，可以啊。想来想想来跌倒那一招，就是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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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刚靠太快了，有偷跑的嫌疑。那你要换吗？我还能再换一个，我再换。反正要累了。我换那个，我换他，这个他更爽，他更屌，最狠。哥把，哥把他们很重的时候，很大只。他不会，比较慢，很慢，穿穿比较重。哦，他会比较慢，对不对？有可能要腿细一点的。好，换这边。Sonic 长一点的，这个跟你有关系吗？应该有有，它上面有写，说速度比较快，速度跑比较快的。对，因为我的低级光就很慢，我不要最佳起步，公主感觉就很慢。我挑错人了嘛？靠 ！Sonic 好，录一集好了。哎，录一集，就这几个人啊？十项全能可以了，我就是十项全能。大哥一直选一些帅的，有没有发现吗？十项全能喽！我跟你讲哦，这次不是开玩笑哦。好，这次完胜了，不能再重来喽。什么时候转？加油！够了多少？完了！我靠，会喘呢！12秒4.95啊！看一下啊，你的最佳成绩可以。在在在在在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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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回座位。没有了吗？还有别的运动？我们本来以为你在虚拟世界有可能可以干掉达哥，看来是痴人做梦。算是不错了吧？算不错，算不错。好了，12秒多哎，很遗憾的，地主队玛利亚15秒多的成绩确实是臭名，玛利亚淘汰了。嗨，玛利亚是15秒，央12.682，温12.261，哇哦，很高。达哥的最佳成绩是12.142，哇哦。然后第一次是12.810，台哥哦，台哥的最佳成绩是12秒4.95，哇哦，你最慢也是13秒4.39。哇，你今年的运动会如果有这个成绩，隔天四大爆头版。我可能可以跑在13秒5。灵魂脱离13秒5，很快。来，对不起，13秒8。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下一个要 PK 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怕你觉得不公平，因为要 PK 我们 MVP 最擅长的跳远。跳远，跳远，我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我没问题。等一下，你们剩下的四位跳远比赛，对不对？前两位呢会作对厮杀，后两位作对厮杀。我们先比跳跃，待会成绩好的叫什么？温温好香那个，把他给我编了。为什么？他说的是事实。讨厌嘛？为什么讨厌？继续。温温超强，编了。继续。没有啊，说台哥13秒升天，这编了。编了。阿公很像魔鬼金属人，这要编吗？编了。
继续，不要再废话了，来来，你们待会跳远哈，成绩比较高的两位我们会 PK 打羽球，然后后面两位我们 PK 打桌球，这样好不好？哦，来，可以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姚跟依稀示范一下那个跳远怎么玩。怎么？先跑，先跳，先摇。他为什么要先炒热气氛？第一个跳，第二个跳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三级跳，就是你们跳踩线的，都是往上。哦。往上举就是跳起来，往上举跳起来，然后它会有三次起跳的时间点。第一个就是在线前，你要往上举一次，然后第一个圈它会缩小到一个点的时候，你就再跳一次。哦。后面两个都一样。你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再看一次，有点不懂。他为什么要带动气氛？他怎么这样？他跳15公尺，很远呢。三级跳，三级跳，哦，三级跳是这样吗？对对对。哦，一个人有两跳，所以万一踩线还有救就对了。好，来，那就央跟温先来。你们两个可以练一次啊，第一次不算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可能有点难。嗯，谢谢。右手。要。你这个还蛮好玩的。你在家不开冷气，你老婆受得了吗？太那个，太不讲啊，很好。嗯，哦，达哥，你在家也不怎么开啊？我不太开，就偶尔吹一下，然后有点风就关掉，对不对？对，凉了就关掉，对，就这样，很容易就凉了。所以我知道那种半夜热醒，然后的滋味。对。按是按哪里啊？我是一直往上跳。我知道这里都是汗嘛，然后换一件睡衣，这样好。我都是这样，那都是排掉肺的脏气。你晚上在对30点的那个汗是肺。我们要跳哦，跳，跳，跳。哦，我有点。哦，因为我选了一个腿很长的。哇，很聪明耶！跳腿超长，真的耶！跳腿超长，腿超长，厉害！好强！我选了一个腿很长的，很强哎！问你蛮强的，对呀。问你腿那么短，谁？死鬼！16.74，他心理世界想要长一点，其实他腿是长的，他问你吗？问你的比例，他腿是长的，他是九头身的，但他是小九头身，小九头身，little 九头，哎呀，他为什么选一个胖子？没有了，15吧，没有，太远了。哇，哎，脚长真的很远的，对啊，刚17超扯了，这还是练习吧？对，第二次了，第二次了，不是他两跳一个 set 不是吗？所以第一个 set 应该是练习啊，对吧？再来才是正式，来，正式的，好，哎，问你这只好像不错哦，对啊，跳超远的，蛋逃博士。哎呦，超长哦！对啊，哎，两倍长哎，超高。要按一下。哎，好。好，直接再玩这个。哎，你看我现在这样一直冒汗，这重新这样冒气。真的，你看我这气，这样高一点，不要碰到，然后你就知道有气。有没有？嗯，高彩线了。有。快了，海鲜了怎么办？他会这第二次吗？你这样叫你是第二次啊？那我还可以再一次吗？会再一次。要养生的，25岁来这，然后开始养的好，真的，嗯，越早越好。要按摩，给我时间吗？说的什么？
是你说你不是革命家是什么？穿太高了，你是怎么打到那个的？太高了，你是怎么打到那个的？耶！有这有差，我们家是革命。一五六七九一六一哎一六五七九一六三一六，记好没？哎，我还没办法，弄不到。你是怎么打到那个灯的？就这样，对不起。来来来，请回座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什么意思？举高一点真的有差，比较远。举高也没差，我梦不到的。你靠腿长，真的放屁。啊，这个谁买的？对，你们先。来，请两位哥，请出列。Tyson 喜欢这个吗？哎，举高一点有差，但小心那个。容易取得 perfect 评价。哎，破皮，你要去处理一下吗？破皮，谢破皮，没还没流血，破皮而已。你是怎样？你是整个跳起来是端幺幺幺？那我就举高一点，然后就 Super Mario 端幺幺幺，就走了。Mario， 死贵的，太夸张了。B 七公主哎，还 B 七耶？小学练习啊，哎，小学生哎，你学 B 七公主？我什么都不用，什么都不要按了。对，不用按。先摇，摇。你跟凯哥说跳。好热。好，我跟凯哥说跳。来，凯哥选碧姬公主。摇。大哥。跳跳跳跳跳。哎，哦。好痛。哦，哎，嗯。哦。凯哥，凯哥在我们运动会跳远是多少？6.99，这是练习吗？还是练习？6.99，你在木要跳远6.99啊？不是啊，我是铅球6.99。那你跳远多少？我不知道。他因伤没跳，台哥没跳，没跳因伤嘛。哎呦，台哥的跳远成绩要首次公布在这个网络上了。頑張って台上。知道为什么会唱？革命手。对。哎。哎，泰森，差不多跟困大哥差不多了。还可以啦。啊，第一场练习啊，第二练习，再现在开始喽。来来来，轰踢轰踢。要换人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好。各位观众可以那个专注在台哥跟困大哥加速的姿势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不同。注意看喽。靠，我也要换，我要换那个谁，那个胡子。你要换弹头，我换弹头，我看是不是真的不一样。弹头真的很，那是吉卜力里面的那个吗？我发现问你那种第一次玩的游戏都蛮强的。我们可以送他去比赛。我们第一都有那个新手运，游戏天才。你了解的很快，然后就会很厉害的。好像每次来，说不定我用弹头脖子就赢你咯。哦，还是你跟 Switch 很有缘分，只要 Switch 有。打到比赛咯，好喽。来关注两个哥的姿势哦，大家注意看，你们看喽。很明显的看出来，哥这种高法是属于比较短的，看得出来。哎，弹头真的好强哎！哇！是不是要腿要打？让你在游戏世界体验一次赢过谢坤达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赢了1公尺多。哇塞，绝响啊！不是，来来来，记者记者发一下新闻，这太严重了。哎，我还是赢那个谁，小青蛙。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跳，还有一跳，还有机会的。好嘞。嗯。采取最高。哇，台哥这个加速法不错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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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请假，几个停哦，好，我先。哦，喂，哦，我都没有跳，他就跳，感觉很远呢。哇！
很远呢。哎，我想到了，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弹头，才是胜负。可以两个选一样吗？不行吗？可以吗？不行吗？你如果要硬要追求这个的话，可能就是选同类型的，就是比如说擅长什么擅长什么。OK 了 ，OK 了，来打开警卫座，哇，资料统计、成绩统计看一下。这样什么意思？我要怎么看？选出每个人最远的，比如说像台哥是这个，达哥是这个，央是这个。他说我是 C 的那些全部都给我编掉。全部都不要再给我换账号了，通通编掉。哪有人说你是 C 的？好，全部编掉，全部都是 C 的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成绩不得了了。第一名小青蛙，16公尺742，怎么可能？超远。然后第二名是我，七八八。台哥只有这样。第二名是央，16公尺316。屁耶，我是15。又撞到你。然后五七八八哎。达哥是再来是台哥15788。你6多啊？哎，我刚刚很用力举起来。怎么可能？台哥要再举一次吗？先不要聊这话了。对不起，达哥竟然，我靠！果然人家说梦境跟现实是相反的。达哥的游戏中是15公尺037，最弱的。所以等一下的桌对厮杀是温跟央，哇！温央打羽球，打台打打桌球。哎，桌球台哥的强项。哇，你这个受过庄智渊老师指导过的实力，现在要看一下。我没问题吗？OK 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桌球开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来，那个也要示范一下桌球。好像好玩。你们桌球的冠军哈就是铜牌，然后羽球的冠军就是金牌。哇。发球就是抛起来哈。然后就哇，好像很难呢。就是跟打一样。哦。哎，这个场我又拍有差吗？真的奥运一样，嗯，すごい啊！地板也有那个奥运，对啊，哇，会有那个是不是？不会，但是你们发球都太强，是不是？怎么都是发球时间？哦，好难哦，对啊，点反应，因为他球很快。哦，你们会来回推个5次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很难呢，超五。哈，哈，哈，几个杀，激烈激烈，有所谓的杀球吗？有，等下下面那个不是有那个极限条吗？哇哦，买了以后下面那个极限条，按一下啊，其实什么事 ？OK， 那开始，我们是等会再冠军，放屁冠军，冠军，金牌的，金牌的，也可以按呢。哦，强五，对 ，OK， 强五，来两位请出列。那是该记的是呢，可以。干巴的，手诀到，手诀到，因为怕台哥考不出来。这游戏蛮好玩的。Mario 上。对。谁先打？谁先发？应该是你先。他头发好长哦。凹一下啊，那个凹一下。好打。哎呦！哎呦！这边是不是？对。台哥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屌屌的那样？哎。我1-1。紧张。六。哦，反应真的会慢蛮多的，反应慢一点。呀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不会，台哥，志远老师第一次，真的不会不会。哇哦，哇，他目前来回只能1球，很难对打哎。
要熟悉一下。Match point。Match point。哇！超慢的，不敢自信。还有一场吗？第一场练的啊？没有练，没有练，没有练。Win。第一场练的，第一场练的。练的啊。然后说，哎，还有你刚刚说练的，他吓到。冠军，冠军。好。Mario， 第一名。玛利亚，你待会来充当那个颁奖大使吗？地主对，颁奖。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做那么烂的牌？被告。我操！哎呦，达哥现在怎么样？认真了。我刚感觉到一阵风从我这边飘过去，有没有？再开一点。是要很提早挥是不是？蛮早的，感觉很难呢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？哇！哇靠！天哪，不会吧？太高！桌球王子。小心！OK OK， 一定要这样才够投入。哇哇哇哇哇！达哥加油！两个赛末点。真不愧是那个庄智渊国手，最台北部最强弟子，得意弟子。来授奖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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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林一路上一定会拿到。来，我们看姚示范一下羽球。台哥，你铜牌挂着，你真不愧是身上有铜味的男人。你记得哦，不是铜臭味哦，是铜味。铜味吗？铜臭味感觉很有钱，它是铜味。请问是红铜味吗？红铜味，红铜味也可以。其实羽球是一样的道理。啊？左右挥有差别吗？有差别，就是没有差别。有差别，它会有那个。只要球来挥就好了。这他只是对呀、啊，不知道怎么动哎，他自己动吗？你不用跑是不是？哦，你这个很屌哎，很屌吗？嗯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对，透明度很高，很高，这个很贵吧？1000块。一个一千，一个一千，对对对，老板娘买的，他特别去那个别的地方买，他买很好的一个一千，这是那个夏普的，对对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这是夏普，这是不是要再利用？对啊，要再回收利用，要写名字了，对，又太贵。酒精擦喷一喷，消没有就回去拿去泡一下酒精就好了。嗯，对，喷一喷，擦一擦，擦一擦再喷喷的。玛利亚厂那直接给我用，不会没事。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我们为了卫生起见，可能还是会先擦一下。不用急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要急，不用急。不然明天看到你用那个在当盘子在吃饭，我气死，我气死哦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只要一激动起来，就会靠到旁边的。原则上一样，对，那就那一样，那一样不讲绝招了，直接来。好，来两位，准金牌，请出列。金牌，哎呦，金牌哦。姐姐们，我讲你们两个是木曜的，木曜的荣耀。我刚好飞到你后面还有。好，看到我现在最近哦，我再也不躁，你会发觉我以前很躁，我现在不躁。是有差吗？你姐是台躁民都很躁，我现在不躁。
现在是体制人，整个人义了起来。现在已经不照了，到哪都不照了，不照，嗯，照，哎，照不住了，喂，照照。你们金牌的人知道什么奖什么奖品吗？什么奖品？金牌的人可以免费获得台照明养生课程一组，亲自授课面对面。嗯，我跟你讲，双人休息，真的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一人一间，双行一人一间。我是谁？我是谁啊？个别教学。哦哦，个别教学。我先发吗？保密代优。保密代优，日领日领。对，哎，靠腰，你知道日领？我知道日领。日领八万。哇！等下你要发球？哦，是我。杀球根本没办法打的，哎。他自己会移动哦。他好像自己动，哎。他自己会移动。还是我吗？哦。哦，不行嘛！你小天的头号弟子手在痒了，想看哪里？不行呐、啊，这打人是不行。哎，那我没有反应。哎，蔡哥有没有来看我们节目？怎么了？他本人应该没有。他没有看我们节目。嗯，这有点难掌握。我们今天现场人还可以吗 ？Match point。哦哦哦哦！绝招绝招！哇！我们要打起来耶！我们今天回归，就有8000多人跟我们在线上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真的。木曜家庭的回归，感谢大家。好难哦！今天既然这么感谢，刚刚有讲什么什么？通通把它编掉。哦，好。重新申请账号。今天上线的通通编。全编了。全编了。庆祝行情。庆祝行情。我们本来应该有30000人的，但是有15000在去年在这过去两个月都被你编光了。换一个角色好不好？你要啥？好。In this car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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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习，练习。啊，那这个什么？还要意思？啊，这走。小青蛙好可爱，温妮好漂亮，现在是怎样？通通把它给我编。那个好，好，通通编掉。你这个逻辑是说，我们聊天室的妄言都要编掉，对不对？妄言的。像那种说什么，这到底是正面？台哥老当益壮，不会是国宝，这要编掉吗？这个都留着，因为这大家要流传千古。流传千古，然后说小青蛙很可爱，这种全部编掉。全部编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这大把我给我问垮了，为什么？发球了，问倒了还没有啊？问垮了，我想不到为什么要飞到我回家。他那样拿是对的吗？那我发球了，好。啊，自己的石头，什么？还是没有反应到。球新的球，远一点。啊，私没有管好。我吗？发球。我私。杨先生还是我弄的。啊，杨先生。杨先生，革命家的石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台哥水屁放到地上？玛利亚在擦，怎么了？玛利亚在帮洋洋擦屁股。OK OK， 洋洋又把那个弄得那么乱七八糟的。OK OK， 没关系，来擦一下就。发球。有人说阿公好帅，快掉，别掉，给我编了，快把我编了。这种汪一莫名怎么能留着？睁眼说瞎话，编了，棒棒。阿公好像编一下了，拜托编一下。编了。怎么办？这个。还是我要输了，对啊，阿公很无聊，编掉了梗已经不好笑，你把他给我杀了，这应该是拖出去午门斩首，习惯没办法光跑，所以是白的在旁边，什么样的？你居然喝冰水，这是冰的吧？哎，没有错吧？好像有一点低，你是这样拿的。因为没有我这样嘛，是冰水，因为你打翻了，所以被发现。对，是的，冰的吧？还，你看拿起来看的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要说的是常温，懂吗？常温为什么外面会流汗？我手心冒汗，因为他身体好。发球。为什么都他杀球挂了，我们就没办法挥了？我没有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到8月几号？8月7号。是个游戏而已。要你会不要把荧幕全部都挡到？快吧，好。我怕我会打到人。好球！
不是，杀球过来不要打、欸，你会用力一点哦。好 ，Match point。Match point 哦。按到了，有没关系。哇，一分而已，还好。OK 的啦。刚刚是什么？绝招、啊。对。不小心按到这个。Miss， 右手好痛，但很酸。不是已经 match point 了吗？哎、欸，嗯，你要吗？没突然精彩了起来。哦哦，是力道的问题。在一个混乱中，泱泱获胜了。阿里嘎多格真伊吗？来来来，地主队帮你们颁奖牌。哎，我至少也有一个银牌吗？没错。对，耶、yeah！ 为什么我？我冠军奖，耶！我再跟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？我第一个拿到冠军的，耶！刚刚那个是三四名之争，他们是一二名哦。我们这个牌是从身上散发出来的微量元素去颁发的。哦，我们刚刚两个是三四名之争的，对对对对。我到今天才知道我们是三四名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哇，杨哥是金牌，他们两个鸟是冠亚军，凭什么嘛？杨恭喜你获得台哥内经养生课程一组啊！恭喜恭喜！台哥内经，台哥内经养生养生课程，这课程从明天开始，等一下就可以开始。太快，会不会太快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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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对一教学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。那个到8月8号之前呢，都有奥运，我们大家一起支持这个奥运的比赛。一定要支持。想问一下三位天使，上个礼拜我们有去参加一个那个中华的那个线上派对冬奥的，你们有戴那个头盔吗？对不对？有。描述一下那个头盔有多好玩，给大家听一下。很好。那个头盔很好玩。对。我在回想，我在回想。哦，因为我有玩的是刚好就是篮球，然后跟套圈圈。有很多游戏。对，我是游戏类，所以觉得很真的在投篮机的感觉，手会酸。哦，真的可以玩，真的可以。我还有游戏啊。对。我一到现场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温妮在唱歌。哎呀。我那个很酷，我那个是一个卡拉 OK 包厢式，所以是你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包厢超大。它是一个舞台，然后有包厢可以坐，然后是反正就是可能整个26楼的麦卡贝都是欢唱台，然后它还有那个舞台后面的字幕，然后前面哦，真的像 KTV 室这样。对，然后你就走上去那个台上，你可以移动，然后你走上去那个台上，你就唱歌会比较大声，然后你在下面就可以拿荧光棒这样回。有没有观众现场有参与到，比如说温妮唱歌，还是一样玩游戏，还是有看到台哥跟左左在那边哈拉的？大家加，表弟是加一，我看一下。跟谁哈拉？你跟左左哈拉。我有跟有一个人拥抱的时候，不是摇吗？啊是摇吗？是摇的。几个人一直跟我拥抱，在线上拥抱。啊你报警了吗？对，很近，所以就是有一点害羞的感觉。真的，在线上可以拥抱，很近，还可以亲亲，对，还可以亲亲。对，还有什么跳舞干嘛？可以跟你亲亲吗？还有喝。晶晶，你是打哈欠？没有啊，你在那边家里面在那边弄半天。不是，我在看这个。我在看这个铜牌。我现在搞清楚，原来我是参加铜牌战。那你刚刚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很慌乱，想要把手遮住嘴，又因为被挡到又伸进去？我是这样，伸不进去。我是这样子。被发现。没问题的，好不好？青蛙子。你们是不是那个开了一个？VR 金水有一个会场是可以看奥运转播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哦，所以线上大家可以一起看。中华好赞哦！巨蛋什么的，对，中华巨蛋，中华巨蛋。现场的观众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去查一下 XR Space VR， 去查看哪里可以租，或者参加我们的活动，看可不可以抽奖。反正那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玩。到8月8号以前，你得到呢，你在家里，你除了可以3、5好友线上一起玩这些游戏以外，还可以看奥运的转播。好吗？继续支持奥运，支持那个中华队，然后没跟我们打到了就可以支持日本。嗨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嗨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好了，看个影片吧。是不是很久没有弄2小时直播，快有点手 hold 不住了？什么？对，有点热。还有影片哦，烧起来了。会热吗？我跟你讲个精彩的哦，影片看完还要回来念抖内，有没有吓到？哇，直播。那太神了。以后我们在家里直播就好。你照了一下，是不是有点热了？没有，
因为玛利亚想做热，我想说刚热吗？又阿姿颖呢？阿姿颖，因为他如果开的话，我就要穿长袖。太晒也流汗了，所以你如果穿长袖就会好一点。我穿长袖就防风嘛。那下礼拜四你直接穿棉袄来好不好？可以请你直接穿棉袄来。不是你这样子的话，大家会以为又过年了。这样，那又讲两句吉祥话。又要写春联什么的，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那又搞这个。下次台哥进来穿一个雪衣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因为今天实在太热，必须要开冷气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台哥，我们今天看什么影片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影片？看。这几位木曜的主持人做便当给工作人员吃那一只哦，哎，真的不容易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做便当啊，甚至生活大家的好评，因为其实不管是谁做的便当，都是用尽心力。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揶揄部分，那也是真实的。以为你要讲什么？好吧，但是大家都是尽心尽力的，要想弄一个好吃的给大家。Yes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珍贵的影片。Yes， 木曜家餐厅，请看。你怎么乱取名、啊？我现在紧急宣布第二届，第二届、啊、不会吧？你们六个人做给我们六个人吃，明天马达来修，马达来修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这个是真的水准了、啊。我觉得是一个不是那么会做菜的人煮的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哇哇！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它是有加一点胡麻酱。我走不下去了。你要往下走，因为下面的路需要勇气。现在如果吃饱会不小心走，真的。做菜的这个单元呢，真是悬疑中的悬疑，太难猜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几个主持人他们都很有水准。当然后来我知道答案以后，我才说哦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有些东西我都没有注意到，你有惊讶无比吗？有惊讶无比，有惊讶，真的有惊讶，我自己都觉得哇，不可思议，没想到我自己自诩为懂得吃的人，美食王者，不行，自叹弗如，真的，好不好？田有这个名气，不好意思，你觉得很赞？田有名声，田有名声。那你谦虚完、称赞完几位参赛者之后，刚的评审对不对？扣除你跟我，你觉得他们几位谁表现特别突出？我觉得不要讲突出好了，谁表现的特别胆子大？谁特别大胆？是，像通常表现成这样子的，都是多一株五门斩首的，通常都是直接斩首。这三首是哪一位呢？雷拉，没有没有，每个评的都很好，讲得很错，就是最主要是我没有想到说，这个平常看起来好吗？有没有这个不太说话的人？哎，说起来还有条不紊的，是没有讲得很好，像孟哲，他真的有当警官的架势，他会不会已经真的幻想着他自己是调查局的？他刚刚怎么说？他刚有一段孟哲说吵得不错，你就说。来来来，把他给我拖进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拖进来，我想问他一下，说你这个评断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是不错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想请教他，我完全是一个站在请益的一个角度。你是这样？是。那刚有一段孟警官他说，这个生菜酱我要怎么吃？然后达哥说他懂什么叫给我进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没什么意思，就想扁他一顿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高兴了吗？来，网友，你们自己的答案写好了以后，我们就要看下集解答篇喽。来了 ，OK 吗？来，达哥 Q 一个，来来。你要说请看下集啊 ，Part Two， 请看。我现在紧急宣布第二届，第二届、不会吧？你们六个人做给我们六个人吃，明天马达来修，马达来修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这个是真的水准了、啊。我觉得是一个不是那么会做菜的人煮的。哦，好好吃哦！哇哇！
哎、欸，其实很好吃，它是有加一点胡麻酱。我走不下去了。你要往下走，因为下面的路需要勇气。现在如果吃饱会不想走，真的。真的是厉害，大家真的是哇，每个真的各有所长，厉害厉害，好不好？看不出来，真看不出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都还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好吃，因为纳豆炒饭最主要那天是凉了，凉了以后酸掉了。它如果是从锅上起来的，有有我黑也不同的啦，有我黑嘛。吃饭要有火气。你们讲的我好奇，那个纳豆炒饭到底是长什么？你现在叫玛利亚炒，马上去炒一道给你吃。他现炒的一定很好吃，可是如果你那天是一起参赛，你应该也会傻眼。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下个礼拜是，我们请玛利亚炒再做一次，他去那边炒，现场炒，我们现场吃，然后来评还他一个公道，还他一个公道，要不然不能说我们今天欺负我们的日本朋友。这不对了，没关系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我跟你讲，不行不行，有些人不行。我要讲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达哥的那个姜汁烧肉，对不对？像孟警官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吃过姜汁烧肉，要孟警官家境清寒，没错，今天姜汁烧肉都没吃过，连生的高丽菜你都没啃过吗？没吃过，说大家听，他是没有吃过，然后他说。这菜生的我要怎么吃？没有吃过，没吃过日式的，一定要配高丽菜。姜烧很好吃。再来，我想台哥，你凭良心讲，不因人，只因料理，这里面你选一个 VIP， 你觉得是谁？你说真的味道来讲呢，啊，然后就诚如 Kid 所讲的，它凉了还好吃。所以 Kid 这个菜做的是真的好。你 VIP 给 Kid。对，其实你说那个什么，那个凉菜的那个部分有没有？我是觉得太甜了。本周温的凉菜啊，太甜了。如果说不那么甜，或者是蒜味再多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会好吃。但我们平常我跟你讲，我下次很好吃这六道菜，我重现一次给你们吃，你就知道。哇，我一次做六道给你们吃嘛，一样的东西嘛。下礼拜直接做，我直接做这六道菜给你们吃，你们吃完以后说，你复制配他的纳豆饭。我复制吃做完以后，你们说这一辈子再也不做饭。真的是这样。哦，对哦，你们彼此之间除了台哥以外，没有吃到彼此的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温妮那个真的蛮好吃的。他如果但是温妮作弊啊，他拿别的啊。他如果鸡腿是他卤的话，肯定 VIP， 肯定挂。哎，你怎么没信心呢？他不会卤啊，他不是讲了吗？他万一会了，以后我去学个卤鸡腿，下次再尝试。一年后吗？嗯，我操！我吃你个卤鸡腿，我还寿命还要喝要长才行呢，要不然吃不到了。哎，等一年，我的妈呀！你讲一个一年，我都紧张了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念今天当周的抖内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看了那个便当周，不能自己，大家都抖了一抖。那这样好，我先行那个什么。啊！因为你已经半颗头插在天国里，你想说干脆整哦没插了是念的啦。然后我们积欠了五周，我们从下周开始慢慢补。我觉得你慢慢一个一个念哦，你来念。我念五周，念六五周，五周制药念完我就直接去吃药。呸！好了，先念本周啊，来本周来看一下，来央念一个。嗨，台中花蕾，今天看到好多蕾拉片段，满足 Stacy Show。木曜我爱你盼了好久，阿兄周爱玩我爱玛利亚桑，阿布威斯金 Debase 好节目一定要支持。台中花蕾隔了两个月的直播现场抖内，昆布小轩盼了好久终于进棚啦，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哦。没什么说，也没什么要说，就想抖内支持好节目、好主持、好制作人、好团队，加油！高雄木曜粉大节目曜终于回归抖内一波哈。香港温泉蛋 Jenny 久违的现场想念大家，睡到下午，欢庆进蓬波先抖了再说。猪嘴巴好久不见，大家辛苦了。神奈川黄泰德台哥拍一日养生经验谈了啦，
可以。香港加油，进棚直播等很久，抖一波。阿公要28度，蛇丸冷气要18度。恭喜台湾跟香港金界都有金牌。神奈川皇太德，恭喜春丽央与大家强势回归。春丽央是谁？哎，发型春丽。TJ 号，木曜周边什么时候开放？开卖。台歌挡泥板，挡泥板可以卖。事实上是这样，因为我被人家拿去做成挡泥板。这挡泥板在30年前是要像杨林、林青霞、秦汉，有没有秦祥林这种才能拿去当挡泥板？我说我去当挡泥板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等于就是说，再下一步就是做消波块了，你懂意思吗？你的消波块，我的消波块，在那个海岸边，在岸边都有很多很多，铺很多很多。这就是偶像中的偶像才能去做消波块。好，继续。MDC 都给阿布上买风扇，需要的。温泉蛋则为六大神回归，斗内也回归，寒风冻烟雪回归棚内了。熟悉的木曜最对味，木村浩呆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，好久不见。阿俊仔木曜粉暌违2个多月，终于又现场直播了，超感动。JK。手抖献给女生央，谢谢央上周 call in 帮我拖延时间，不会，谢谢上周的是那个去参加中华的那个奥运直播，最爱你的王小健，久违的棚内直播，温依旧可爱，啾，马尼拉阿良，谢太太的梗根本超越达哥了嘛，怎么弄嘛？来人啊，这个应该要处理一下了，编了啦。温泉的 Rex， 温温很香很可爱。木曜六金刚大好，久违的棚内直播太嗨了啦！温妮蔡哥的新歌就叫《这样爱一回》啦，什么意思？新歌吗？新歌叫《这样爱一回》，还没取名。我跟蔡哥在我居家的时候，线上网络写了一首歌。你们两个人写了一首歌？对对对对对，但还没取名。你要跟他一起出一首歌？还在决定。我靠，好了，好吗？有一个品牌叫温野菜，你可以叫他赞助你们。真的耶！那个锅叫温野菜，来继续叫 Q 的歌。台俊台练粉丝俱乐部，久违的集合阿布桑，爱的。北市天母清洁大队，9:25，谢谢跟收垃圾时间到喽。喂。ban 了 ，ban 了，讲一屁话，来，睡到下午，这个老名字居然被 ban 了，你说可不可怜？他说被 ban 10次可以换奖品吗？可以再 ban 10次。来，美玲的紫冠台哥，2个多月终于团聚了。人称宝瓶路坤达，刚刚在路上被认出来，很不好意思。最好是你现在给我走，现在走过来，我看你走过来，我就把你 ban 了。你现在走过来，我就抖内给你。继续。哎，黑豆传说，台哥达哥说的黑对黑色食物是会养肾。对。秧苗 CC 久违的现场直播，抖内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和童木要回来了，抖内也全部回来了。是啊，真的是。台中胖毛怪收 ban 都给久违的现场直播，达哥的昆布在这里，久违了直播，好想念你们大家。赵明公子的贴身侍卫，我可证实阿公早上行程真的是那样。证实个屁呀！证实个屁呀！宝生路2号女鬼百祥，下礼拜就可以找你喽，电梯见。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那个人是俊台恋粉丝俱乐部。原来。Hi Angel， 存钱娶阿布，这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100万分之50，100万就娶阿布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人称柔佛的昆达，木要来柔佛的话，费用我全部出。我不是不是，他是说我全部哦没有没有出，私自什么？老人老人，多日不见，如隔千年呀。常欢久别重逢，别来无恙。不要再给我写这么恶心的，来人呐、啊，给我 ban 了。那种别来无恙，都是以前在公车上，他们会用立可白在后面写什么别来无恙、啊。对对对，然后姐妹杂志都会登这种。登这种。对，继续。俊台恋粉丝俱乐部，平日看木曜也要看金蛇汤姆、秧苗想想怎么办？面罩还是挡不住秧秧的美貌，太正了吧？你看都。青青和小巧，珍惜可以进棚直播的日子。合同阿公，所以你奥运都怎么差？我没有在差这些了，干什么东西？绿绿绿的毛怪 ，This 美丽山太久不见，有了缺点，缺点五。
是还没没有完。哇！达哥，你现在发现你一个缺点哦，缺点我，缺点我。蔡哥会讲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讲，直接就再见了。下一秒是一台公车开始就要崩的。嗨，阿布特别漂亮哦，爱你。海中胖毛怪收办 ，Maria 上久违现场造型跟公主一样。嗨，那肯定要画一张最漂亮的。来，柔佛木药粉尼克勒斯，欢迎回归棚内。苏威唱，看看阿公两个月什么关什么养生的成果。嗯，嗨，身上没带钱，阿公太久都。哦，嗨，简易隔离的建朱轩。我的讲到我都是要有那个字，通通给我编了。看到大家回棚，觉得好感动。央苗苗栗国温泉蛋熊仔温温好可爱，比亚边哦。嗨，金鱼泱泱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去努力。温泉蛋小明终于回棚直播了，开心。顶楼的 Totoro 恭喜回归棚内，熟悉的革命最对位。温泉蛋小明职考考完，终于可以继续追木曜了。大狼大狼狼 ，Maria 桑今天很像公主的。姫様ですね。嗨。乌鸡阿公会不会太久？没棚内直播，现在拖不到两小时。怎么可能是超过？终于要陪我了，三小时都陪了啦。台北粉大家聚在一起，真是好笑。台哥依旧帅气迷人。这个哎，等等，这个人真的了不起。这车裂了。我们不是不是，这个人你一定要把他照片贴在上面，然后感谢感谢状递给他，感谢他，感谢他。他说台哥依旧帅气迷人。太好太好，我跟你讲，这绝对是老粉。笑，他是倒装句。喂喂，明日头条新闻：宝生路昨夜发生室内集体中暑事故，真的好刺激啊！记得是吗？真的，就到了自己。我跟你讲，你实施这个制度再久一点之后，他们三个女生后来会学聪明，越穿越少，越穿越少，因为棚内实在太热。不想穿衣服。现在你觉得热吗？好，我现在问一句良心话，你看永威穿的夹克，永威你热不热？这样子，大哥，你先把眼睛闭起来。好。我们棚内觉得热的，眼睛闭起来。我们棚内觉得热的人举手。只有他们两个。你怎么变性？你怎么变性？好，继续。温达哥跟拳头握起来，跟他看到你的变性，他就留在原地，他没有举，他们一握起来了。继续。哎，温泉蛋小明，自然组终于解脱，社会组再撑一天，加油！加油！温泉蛋花汤，温温好香，温温好可爱。OK， 策军阿公的梗真的日新月异。阿公最近梗很新，很新。台中胖毛怪说：“被 Maria 桑已经融化的差不多了。”无忌五号到底是什么来？什么菜？来人呐，通通给我 ban 掉。对，沉默香鸡排，恭喜重回现场，五大金刚再次合体。无忌洋洋真的好贤惠，难怪阿公想重婚。那重婚哦，重婚，嗨。温泉蛋小明，所以说百祥的咖喱教学什么时候出？高雄毛怪叉 Q， 啊不让我吃肉松，就让你们吃纳豆。所以你是复仇心态吗？我是比较有一点复仇心态。Q， 防疫期间成为木曜粉来赞一下。徐威唱温居家温怎么这么香？怎么弄？抹油。怎么公开场合公然抹油？辣妹辣美克星瑶，阿布上炒饭失败却完成了核融合。什么意思？我是阿梦，戴琪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花蕾秋寒好香，小青蛙好可爱，雷拉超正。跪着看木曜进棚第一斗，感谢木曜 Q 美玲可爱，纳豆拌白饭好吃。哇，感谢啊，真的感谢大家的赞助，谢谢。今天算是我们这个疫情稍微降温以后，我们第一次进到棚内来，好吧？我们还是一样做好防护，然后希望大家呢继续在这个继续防疫了啊，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然后尽量减少群聚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就这样子了。那就没什么事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们这周不松懈，下周见。来，谢谢百祥、永威、Win、印象、百千、Curtis， 还有哈米 Video。到8月8号以前都还有奥运的比赛，大家支持奥运，看哈米 Video 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天哪！哦，下一站是一日系列，真的？哪一支？隧道。
哇，强强棒强棒！林柏森年度代表大作，跟台哥两个人蹦蹦蹦蹦。音乐提供，谢谢 Echo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下周见了，谢谢大家，吉意不离，身体健康，拜拜，拜拜，下礼拜见。请一定要订阅木曜，还有要订阅我们每一个人哦。订阅什么？我绝对不会去订阅什么野人七号部落格。野人七号部落，野人七号是部落的，公器私用嘛。请订阅木曜。